鹤嘴，又叫做 Cape de Guiller， 是香港的一个很靓的海峡，位于香港岛的东南面。这里以迷人的海岸线、历史悠久的灯塔和自然景观而出名。鹤嘴还是一个重要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，在这里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鸟、海洋生物和植物。灯塔，鹤嘴灯塔是香港其中一个最老的灯塔，它在海峡的最高点，可以望到广阔的海景。游客可以沿住海岸步道行，一路上可以欣赏到美不胜收的海景。这里的岩石和悬崖都是大自然的杰作。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，鹤嘴都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。可以在这里远足或者攀岩，享受到无与伦比的景色。总括来讲，鹤嘴是一个适合爱好自然和寻求刺激的人的好地方，提供了不少靓景和户外活动的机会。